啊，我会作诗，我看着你这个图案我就能做，我马上就给你来一首哈、哦。等一下你给我命个名。啊，金黄的墙上金黄的花，绿绿的叶子能配它，对吧？横批叫闪到了我的太金眼。我还不会作诗，我作诗牛逼得很呢、啊。我作诗，我是看着你上面那个画，那个是图画吗？还是绣的？这是我画的油画，好吗？你会画画呀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我画的，无聊。啊，对，陈彦希，哦，对，陈彦希，我差点忘记了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还有这个技能哈、哦？他是一个艺术家，所以他经常画画。对，很多很多这个导演就经常找他去买他的这些作品，然后他这个人呢、啊、脾气不好，老是不卖，然后搞的一幅啊，5000一幅啊，也卖是吧？卖，5000一幅是不是便宜了？导演进来起码得100000了，导演。骗子的吗？那你上次跟我说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大导演，我不点他的名字。那你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你说，啊，那个导演来买我那个画，死活几万块钱要买，我没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副嘛。好吧，行吧，好吧。你不要这么腼腆吧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还是觉得你昨天说的那句话比较好。嗯，什么呀？你昨天说了一句非常给力的话，让我惊到了我的内心。哇，你说了，其实明星和演员其实比普通人还普通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啊，就普通人呢、啊、也要吃饭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嗯嗯，所以我被你那个话惊到了，我对你彻底改观了。我以为你就是一个那种拍戏的演员，后来我慢慢的想一下，不对，这家伙有内涵。哎呀！啊！好开心哦！好开心哦！好开心哦！那我们就把你的关注点一下子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嗯，谢谢亲们点一下关注，多多来看我的直播。好的，我们一定会来的，我们经常来，天天来，每天来，时时刻刻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兄弟们，点一下关注啊，点一下关注，我又失败了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，我可以惩罚你吗？天哪，什么呀？什么惩罚呀？好怕！我惩罚你哦，你前面有那个白纸吗？有那个铅笔吗？要找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赶紧把我这个熊样子画一下子。就我坐在那里，就是你的模特，你给我画一个。啊，用现成的。2分钟的时间，你就给我使劲乱涂。画出效果。啊，可以画抽象的，嗯。哎呀，我真的厉害了，这个真的厉害啊，这个现场抽象，这个很厉害哟、哦。抽象的很抽象，得想一想啊。熊丽莎白不是，你要把我画成蒙娜丽莎呀。蒙娜丽莎呀。你给我那个脖子上画个围巾，不就是蒙娜丽莎吗？我就是蒙娜丽莎，我就这样。对吧？哦。我给你限时80秒，快！我在想一个事情，如果画家在画我的话，我这一分钟做这个动作，下一分钟做那个动作，他是不是没办法画了？我画得很丑怎么办？左手没有的，你是左手拿笔的吗？不是啊。哦，右手执笔的，嗯，那个是镜像，嗯。他自己都在那笑，你是不是把我画得特别难看？我要截图，我一会儿要截图。卡通的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还有30秒，速度。我发现就画好了啊，没有，还差
差一个，最还差。可以了。哦，你伸过来，我们看看。这他妈不是猫头鹰吗？这不是吗？这不是猫头？你画这个是我吗？这跟他妈猫头鹰一样。这绝对是猫头鹰，我还看错了吗？